你看 David 今麦到底是安怎？麦阁烦恼我，我着趁今麦出去行行的，放一下失恋假。你爹唔敢我吼？你是一个真好的查甫人，我无伫你身躯边，千万唔通阁行回头路，也继续保持落去。你想行回这栋灯塔，那是有机会，我嘛想要做你的灯塔。三立台湾台29频道好阿声。我甲用些问题已经照顾。啊，唔讲安尼嘛好啦，既然无适合吼，就卖勉强。我即卖找圣孝。我感觉我甲 David 无适合，就卖阁拖落去啊，紧来分开，安尼才袂耽误着对方。安尼你按什么来做？我着趁即卖出去行行，放一下失恋假。有一条钱，用用在无奈中甲伊冻起来。我想讲要了解一下钱。故意用乌钱的代志来威胁我，吴家文隐瞒听太牛，我受了来安安那做会较好嘞。我传简讯给你，是要暂时告别，我要去放失恋假，做一个爱洗奶的小公主。我总算知影奶茶是安怎要坚持独立生活。就是因为有你，我才有当忍心悔改。你若是无希望我变成刚才迄个为非善者的张胜浩，你得随时把我看掉的。随时给我鼓励，但不过你一定要记得，你若是对什么危险有什么问题，一定要随时给我联络。我的情绪变到安尼，那都是吴家文造成的。伊今晚唔但要对付我，伊嘛要害爸。爸，你的婚期一定是吴家文害你的，一定是伊对你下手，伊是杀你用手。爸。你已经跟我讲，吴家文迄个时阵到底是对你做什么代志？你已经让我知影事实，更加吴家文。